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什么？新的一年我希望我能带着我的宝宝走遍全国各地，生活都挺好的，我就挺知足的，希望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哎呀，我是想二姐，有些话是想说却说不出。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一个人真的很辛苦。那是无法陪伴的愧疚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是深藏心底的遗憾。你守着岛，我守着你，你没有走完的路，我会帮你继续走下去。是铭记初心的执着，是职责在前，抛在身后的牵挂。我肩扛的是五星红旗，护卫国旗，重于生命。还有些话，他们能说，不愿说，是坚韧不拔，从不含苦，也不说累，是舍生忘死，始终无悔于心，是攻坚克难，绝不轻言放弃。而有些话，他们只去行动，不必说。号角吹响，冲锋在前，矢志强军用热血打响涅槃之战，因他们的守护，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。我们要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，坚定不移。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，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。这是他们最想说的话。改革强军，他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守护者，改革必成，强军可期。